家晚安，大家好。Hello， 又到礼拜四的莎莉组合时间。每周先好物的莎莉组合又来了。好，来今天，对，好像有点大声。对，按照惯例哈，今天还是一样哈，我们的好朋友呢，我们就是一样要就按赞，然后分享，然后再留言哦。没错。好 ，OK， 来。今天呢，来我问一下凯莉哦，好，做一下试调。好，你喜欢团购吗？哎，大姐，我超喜欢团购的，从美妆、美食、居家用品，尤其是零食点心，我超爱团购。哦，哎，对，那这样的话，我相信你一定知道，喜欢团购的人，你一定知道，噔噔，来，你绝对不能错过进逼。这个是纯新时期的牛奶棒。哎呦，年纪轻轻，你也是内行人呢，哈。艾莎姐，拜托，我就说我很爱团购，纯新时期超经典的哎。来，镜头帮我带过来。哇塞。这个对联是绝对没有在开玩笑的，团购始祖，高雄之光，来，你看就是纯新时期，谬个时期，告诉你，因为纯新时期老板娘我的好朋友，对啊，我跟他讲说，哎，你们的这个真的是超夯，我跟你讲，就是始终被模仿，无法被超越，没有办法。现在坊间那么多的牛奶棒，我跟你讲，始祖就是它，就是没有可实现，而且就是我们歌雄仔的品牌哟、哦。对，所以今天你看看，我们就是对，所以你刚刚说什么，你都喜欢吃团购什么的。凯莉妈妈一定也有吃过哈，一定有的啊，真的哈，他们这么的货真价实，对，真材实料，真材实料，他们都是用那个纯来，哎呦，我跟你说，我就是粉丝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家真的是，你也厉害呢，没错，我刚刚看到这个本子，我想说是谁啊，那么厉害，纯正又新鲜，所以叫纯鲜，没错。老板娘她就跟我讲说，艾莎，我跟你说。基本上呢，我们做吃的一定是要秉着良心、而且我们在用料非常实在之外，真材实料。哎，像我们都是用什么法国的那么奶油啦哈，然后都是纯鲜奶，没错，所以无添加。哎，真的是对啊，很多很多那个像我们那个时候，从十七岁嘛哈，纯新时期，从十七岁吃到当妈妈，这些零嘴都可以给小朋友当零嘴吃。我跟你说，艾莎姐，他们家这一款真的是八岁到八十八岁都超喜欢。哎，因为上次有看过妈妈给小朋友、拿来当磨牙棒的哦，是磨牙棒哦，不是狼牙棒哦，是磨牙。是吃的哦，对，这是超经典的。好，来，那这样的话，今天直接切到重点哦、重点来了，今天我们的这个纯新时期的这个牛奶棒跟起司棒，平常我们大家都知道嘛，对，那个重点的超商、龙头超商，其实平台都有，没错、你到处都看得到。虽然它的价格其实就已经挺平价，但是今天我们的每周鲜好物更是不得了。来，镜头过来。你看看我们今天的活动，就是我们的一个牛奶棒，超人气的牛奶棒，对，再加上我们的起司棒，这样子一加一，我们另外再加送一，就是另外加送我们的牛奶棒哦。哎，这样这边一包，哎，他这边写这样子，什么两大送一小，这哪会有小啊？拜托，这那么大包，两大送一小，啊，你没喝听了，一加一加一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来再过来。这个更沙，噔噔，三加三等于六，然后呢加三小，哎，我天嘞，三小三大包，三大包，哎，你这边也有贴三大哈，你看，哎，三罐牛奶棒，三罐起司棒，再加送三包，你看333，这样才899。而且还免运哦，对，还免运，超夸张！你看看是不是超夸张？我看看到底还有谁有在线上观看？哎，可是如果在线上观看的朋友要跟我们打招呼哦，哈！但是艾莎姐，我真的要说，身为粉丝的我，这个已经很优惠了，可是能不能再加嘛？他们这样子一包很大包，可是这真的很容易就吃完哎。啊，所以你的意思是，就是能不能再加嘛一包，或是再加嘛更优惠给我们的粉丝？我要为粉丝发声。哎，对，加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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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真的要加嘛？
可是我要看一下，我要看一下。哎，不是只有我们自己在那边喊什么加码、加码、加码啊？结果粉丝自己这边根本都点点点，这一集叫我怎么好？哎，加码现在还蛮多人加码的，线上粉丝都有在呼喊。哎，对，人家粉丝吴淑慧，我家小孩都爱吃。对，吴淑慧，你内行，你的小孩子一定都考第一名。没错，所以你的意思，哎，那如果说鲜粉。你们这样子，你们觉得不够吗？不够，两大送，不够，哎，还送一包这么大包呢。然后你看这是三加三，然后再加三呢，不够，不够，艾莎姐，加码，加码。苏云，陈素云说加码，要加码啦。啊，那你要不要加一啊？加一，加一，加一呀，一定要加一的啊。哎呀，对吗？好吗，艾莎姐？好，哎。好啦，我试试看啦，因为那个纯新的老板娘，我的好朋友啦，我打给她啦，我看看她在不在，如果不在就无缘啦，如果在的话，我们大概使用念力，一定会在的，老板娘。小珍姐啦，小珍姐啦，小珍姐吗？小珍姐，她其实人还蛮佛心的，反正只要是我每次跟她讲说，哎，怎样的话，其实她都还蛮。我妈不在呢，我试试看啊，小珍姐，你看呢，就这么刚好。哎，哎，啊，是有啊无啊？就紧张的呢，现在是线上直播的小珍姐，现场 call out 呢。喂喂，哎，小珍姐，小珍姐 ，Hello， 我是艾莎，嘿。好，哎，你光惭愧，哎，小珍姐，拍摄啦，有一件代志啦，吼，啊，因为我们现在吼，我们每周先好物吼，我们在直播，然后呢，我们现在的活动就是一罐那个牛奶棒，然后再加一罐起司棒，啊，我们就送一包的我们的那个牛奶棒的随身包嘛，吼，对，一加一加一，啊，但是很多粉丝啊，他们都希望在那边加一加码加码加码，啊，我的选购，我的选购。好事一定要加码的、啊，哎，你看看那个粉丝是养的，是现在是养的，就是凯莉啦，一共因妈妈，一共因妈妈十七岁的团购领导你惊啦，嘿啦，啊，二叔我想讲，刚好相反，我们加一一下这样子啦，加一啦，哎呀、啊，等相相对对。哦我已经饱和了加一哈，这已经行，你知道不？都走通路了，加一已经送一已经很便宜了啊！真的，加一啦，嘿啦，饱和了也给我带出去外靠哦，没啦没啦，嘿啦，看粉丝的喜，真的很便宜的，我没想到。啊，不然没有这种优待啊，不然这样子啦，小珍姐啊，不然我们就是限量直播，我们就是限量啦，好不好？不然我们就是前一百组加一就好了，好不好？要抢要快哦，要抢啊，那刚也塞，你我改购，因为真的很便宜的，真的很优惠啊，我的选购就是相相对对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有两罐嘛，啊，然后我们就是两罐嘛，然后再送两包嘛，啊那嘛啊那是不是嘟嘟安喝就睡耶，对吧？我改工冲着艾莎工引引妈妈的机会，耶！我讲了几句话，我帮我得欢喜啊！耶！那不好意思，跟你跳李白，没小小珍姐，那。啊，那小珍姐来，我哥跟你讲，好，我跟你讲，我哥跟你讲一个重点。啊，因为我们现在现场，我们都有三罐嘛，我们有三罐的牛奶棒，啊，又三罐的起司棒。对啊，啊，我今麦是不是送333嘛？对不？哦，来，我跟你讲，我来讲，就前一百组，三罐牛奶棒，三罐起司棒，啊，我们是送三包。啊，三包你没喝听，那是不是应该是六加六？啊，那是不是再加三？刚才就是三加三等于六啦，对了啦。我眼饱和碗灌出来，我有点有黎明。哈哈哈哈哈！我再加六了，我服。哦，别，嘿，因为对我们就是只提供给我们现场的。就是三罐加三罐送六包牛奶棒啦的安内啦嘿啦，这样子刚刚好。前一百组好不好嘛？粉丝强力要求啦，小珍姐。小珍姐，咱今麦开扩音哦。不是，咱今麦是扩音哦，咱今麦现场直播快闪直播哦，扩音哦。就前一百组，专播粉丝都有听得到哦。对，限量五十组的。哦，安内。六
啊，安尼我甲你讲，吼好，安尼就是迄个好，安尼就是这个50组，啊，这个一，好，安尼啦，吼，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是直接6罐送6包，啊，2罐送2包，安尼啦，吼，相相对对啦，吼，好耶，来，现场小编们掌声鼓励，谢谢小珍姐，谢谢小珍姐姐，好，安尼我要开始继续直播，哎呦，好，他说你无食，第一通无食，我偌紧张的呢，吼。好，谢谢啦，谢谢，谢谢小珍姐，谢谢，拜拜拜拜，耶，太棒了！那我们来使命必达，来，我们现在对着镜头来，谢谢小珍姐姐哈，好，来，我们来帮粉丝统整一下，就是我们现在。就是一罐牛奶棒送一罐起司棒，1+1，对，本来是送然后我们送一，现在厂商加码送2，所以就是1+1送2，哦，1+1+1+1啦，对，1啊，所以这个是什么2大送1小来就没有啊，2大送2小，不是2大送2小，2大送2大，2大送2包来这边，哦，这边贴起来就开心了，对，来。现在就是我来贴，我来贴，来噔噔，这个一定要这样，没错，比较有 feel， 这个立体的对啊啦，来3罐送3罐送3包，再加上3包就是6+6 33，然后3，对，这边再3，这样子噔噔，这样子全部只要899，而且还免运，而且还免运哦，你看杀不杀？所以大家一定要赶快抢起来哦，只有限量100组而已，限量100组哦，好，只要899。好，我这边真的很想要把它改三小不好听啦，现在应该是6+6，就是把它是6大+6大啦，起来就对了。好，所以粉丝一定要赶快抢起来哦。我觉得今天的直播真的超成功了，真的优惠超成功，太感谢了，小编在画圈圈，对啊，果然啊，果然啊，果然就是你看纯正新鲜，对不对？高雄之光啦，哈，好，那我们就要团购团起来哦，大家赶快哦，对，那大家一样要记得同一时间哦，下个礼拜是一样晚上7点半，对，一定要锁定我们的每周鲜好物哦，好，那今天的节目到这边了，我要赶快来抢购，拜拜。